我走到不知道谁挖了超深的洞，然后摔到。呃，哇，好我好好的，去！那里很多陷阱，小心啊！请看路。啊，好那累个，个好哪里累个。啊？我看看，我要下，我要去干那什么？个干什么？挖。干嘛啦？干嘛？干嘛啦？可以炸黑曜石柱哦，然后我们这边黑曜石有一个啊，黑曜石柱都一直可以炸哦。哎，路路，虫那边可以了哦，鼻子打掉了是不是？可以跳下去挖，要一个人牺牲下去挖，已经跌到了。米泉，嗯，去挖，免洗啊，哪里？虫那我啊，来免洗好了。可是我一过去，马上被他们打死回来啊，我没办法，我那就免洗啊，免就是免洗啊。高腰，我来，你要干嘛了？你要干嘛了？你要干嘛了？在哪里？我直接被有人弄死了。啊！有人，你要讲话，你要讲啊！好了，重完成。哇，那个！可是底下没有人发光哎。那留在最底下，在最底下，在我们草的最底下。超级深的弟弟，他好像跳下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没看到。我没有看到信息。那你看得到你的宝石被谁捡吗？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我们看一下宝石发光哎，看一下谁发光啊？我是被炸死的。你现在有人捡到你的宝石，他会发光。你可以，你现在是旁观者，你可以帮我们看到底谁捡了。我看一下，这是一头阿苦人呢。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只挖的虫而已嘛。哎呦，估计他可能要传走了吧。所以现在完全没看到吗？有啊，在有啊，在上面，天桥上，天桥上那个吗？天桥上有一个啊，天桥上有一个，天桥上。再往回跑，他再往回跑。嗯。可是我那垫脚石可以弄他。我想办法看可不可以。摔死了，他摔死了，他摔死了。中间是有人捡的，有人捡了，有人补捡了，有人补捡。有四名。可是好像我们到不了那边，路段太远太远。哇，这是刚我被炸的地方吗？那吉要讲。要讲啊，而且你太远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支援你。不是我刚，他是突然间跳下来的。对，可是因为你太远了，你死掉的同时也要喊一下。你就啊，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。你就喊一下而已。然后你死掉，你要那吉，你死掉还要告诉我们他在哪里，这样我们才比较好。因为你死掉就变旁观者。我想一下，这个啊，你看你刚刚说他在地底，我们就都走了。然后哎，九又在天桥，对啊。走吧，他也不知道东西现在在哪里。现在他已经上不去了，看他们谁手上了。现在都发光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了。对，现在都没，他们应该没有要放了吧？感觉没有要放。然后现在要放，准备放，要放喽。他们不会拿着假装自己是国王吧？没有啊，不会啊，拿那个干嘛啦？拿那个没有用啊，不会当国王啦。哎，看一下这边用的都没有用，我干脆待在家里后面。哎，家里的钱嘞？我死了。我刚刚去弄思明，哦，哎呦，想说那个那时候那几啊不知道点位，想说拼思明，哦，结果没想到拼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他们家了。哇，这杰克你身上有吃的吗？没有，好吧。杰克后面，我看到，我们家炸的乱七八糟。对啊。好，哎，哇，稍微 cover 一下，稍微 cover。那个烟火是怎样？啊，对，怎么了？怎么啊？不是，那个中上那个我在炸虫，然后有人在射我，嘿，我走了，我来了，一拳到前面，哎，走开，这个女人，对，那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你有食物吗？没有，我只有带手榴弹，哈基也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没关系，没洗，赶快把它丢一丢就走，哦，没了，所以他现在虫是要挖是不是？没有虫不用，虫不用，现在虫不用，现在可以慢慢炸。只是就是怕有人有弓箭手，一直有弓箭手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还是赌博啊，又被弄了。别赌，那你把钱换一换，放在箱子里啊。我们用炸的，用炸的。我回来。我回来了，哎，我被人把旗子丢掉。哎呀，可惜。好，那我记得没炸到。你们加油。那爆炸兵可以顺便带个那个盾牌，就比较。嗯，保险一点。我也觉得我应该要带一下。回来拿装甲包，里面好多钱啊。好啊。嘿，你那又没了。我把我全部钱拿出来。我已经没钱了。大业了。箱子里面很多钱啊。啊，放，不要放箱子，不要放箱子啊！我帮你放。上面。他们右侧一直来人哦。
保险箱是哪一个啊？上面这边，对，上面在强化武器那边的矿车这一个东西，做什么啦？哦、走开啊！这边我在炸虫，我在炸虫了、欸。好，炸虫，尤其一开始头最重要，要炸准。对 ，Go Go Go Go！ 噔噔噔！哎、欸，我们家坑坑巴巴，之前要炸一下。嗯，炸炸炸！底下有人，底下有人，我打死了。好，还有一个哦，我接在附近，在哪里啊？附近，你们注意一点。要想办法炸十只虫哦！哇，加油！十只哦，那我要拿钱去买炸弹。真的要好好炸一炸，也不要买太多啊，买个十颗，然后有人来了，丢完再。Black Black， 你死了。对。箱子有被你抢、哎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去弄弄。嗯，现在他们在射我哦。啊。嗯。哦，运水晶。家里有人哦。嗯。家里有人，哪里？没看到。干了爆！拿炸弹的我杀掉了。还有还有，一直走。加油加油！他们弓箭手太多了，天哪！财神爷，财神爷，有人要去拿吗？可以直接炸掉，炸财神爷啊！财神爷炸得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物品而已，那是物品。哎，炸弹！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！哇！在家里，在家里，就在家里。有捡到，有捡到，捡到了，捡到了啊！又跳出来了。家里旁边，楼下，楼下，楼下。家里又一个人来了，那吉拿到，那吉拿到。哎，快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那吉上喽，那吉上喽，爬爬爬。在最最最楼上，最楼上。对，守塔守守护那吉。啊，死了。那吉叠上去，你有石头吗？有。叠上去，冲啊！不是啊，哇，这个根本没办法炸哎、欸，天哪！弓箭手太多吗？不是，他们弓箭手太多，根本没抓不到空档炸虫。往上叠，往上叠就好了。再有两个人来了，真的颇麻烦。环境后面没有，那种这是多一点人。哦，老了老了，云月云月。哎，那吉有人要射你，有人要射你。那吉，哎，对，走过去，走过去。哇，走过来，爆掉。嗯，因为这里那个太惨了，太惨了。对，路不是很好。上面丢上那个网座，丢丢丢。有高抛了，回来了，感谢感谢。高抛不太能够中。嗯。家里孩子哦，我以为死掉拿的是钱，在哪里？没有，家右边，哇，炸的只剩一个玻璃了，家里所以要有人过去是不是？好，要有人过去吗？我去，在底下的玻璃，我们家的箱子，哦，看到了，被炸掉了，被炸掉一个，因为有一个 bug 吧，你我这里，罗宾西啊，罗宾西里面打不到他，母汤哦，哎呦，一直炸。刚炸到那里，看有没有办法炸到。哦，那个位置在底下也不好挖呢。好痛哦！哦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在我们家楼下。哎，TNT，哦，好了。好可怕哦！啊，我只挖掉一个，还有两个。TNT，我没事，我很好。那吉，你别作业啊！我真的没事，我很好。我被炸了。那吉被炸死了，那吉被炸死了。那吉不是那吉不是国王，那吉不是国王了，那吉不是国王了，没事的，没事。他没利用价值的，对方是汪汪，对。哇塞！手上还有一个弓箭手，不用怕，我是国王，我才不会追他呢。这有没有路可以上去啊？想买炸弹？我的手哇，那玻璃在好远哦！我刚挖掉一个而已，还有。而且他们是不是也在炸啊？那个，狂炸哦！哎，掉下来了。狂炸死啊！被吃下去了。黑曜石柱又来一个哦。楼梯建好了。好，拆个啊，拆个两百分了。打到根本不太能移动。我不知道怎么下楼了。柱子上面可以射一下吗？哦，跑掉，没事，跑掉。没有，在天桥上也有一个，天桥上还有一个两个。好烧哦，太多人了。过也过不去啊！繁星后面，繁星后面一个人，而且真的上不去啊！对啊，有点难。嗯，好，下去挖石头。有有，绕一圈可以。好。哎呦，我摔一下，我摔一下而已，摔一下而已。他们现在冲到我们家是要捣乱我们。对啊，他们从一开始都是又来捣乱之术，各种捣乱。没事没事，丢完了。嗯。
太胖卡住。哇，他们好幸运哦，他们怎么那么幸运啊？他们超幸运啦！哇，300分！哇哇，太 lucky 啦！幸运，幸运儿，幸运，幸运儿是你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？哦，看到路了，但。好，看到路。那个玻璃，那玻璃的位置有点尴尬。嗯哇，我们家有一条路上全部都是踩满了火焰。他们都在我们矿坑里面，挖矿也会遇到他们。没办法，想一下哦。嘿，嘿，死了。那玻璃的位置好难弄啊。是玻璃，每次都要全力来了，有没有？嗯，玩太嗨，就这样了。那么用力玩。剩五分钟啊！想要轻松玩不行哎、欸，天哪，好累！真的，大家都很会了，大家都会了，大家都会了。啊，越来越老练了，越来越老练。爸爸，你干什么啦？我只是想挖个东西而已嘛。挖！哦哟，挖的不烂了吧？啊，不烂了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爸爸，啊，爸爸爸。他们三只在下面、欸、死掉了。啊！那个黑柱子大差不多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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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箱面。三个哇！哪里？怎么过来的？哎，怎么过来的？这个是从地底下一直闹矿坑。他们都在矿坑里面晃。然后闹完就跑上来了。嗯，对。我挖个垫脚石而已。哇，那黑柱也太过分了！哎，黑柱还没掉吗？差一颗，打虚脚了，还打虚脚，打虚脚，差一颗。哇、啊，有人要从我家下去玩哦！太尴尬了吧？嗯，啊，自杀也要杀，也要打。这个女的，你走开！是有女的，就是来了哦。嗯，大艺术家。嗯。繁星后面 ，A 画面啊，哦好，看不到了 ，A 画面，哎、欸，摔死啦！看看 ，OK， 可以上来。使用50颗手榴弹，大艺术家，好多啊！大艺术家，哇，有在乱轰啊！又来，哇哇哇！在底部，在底部，砰砰砰！他从底下轰的，底下轰的。干嘛啦？那个女人真的很烦、啊。那个女人，谁啦？我卡到那个女人，是谁呀？她一直在抓我啊！好吧。结果最后发现，其实抓你啊！是男的说，我要去当兵了。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共度这段时光。又来一个，为了轰炸，就是因为他要去当兵了。差点，要给把你讯息轰炸。对。最后的烟火就献给你了。哇哎、欸！哇！哎、欸，家里嗯，那叫做，嘿，字吗？字吗？不是，我们刚刚突然被发光了，哦、了我瞎了。哎呦，干什么？看不到，什么？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人生方向了吗？找到了，太迷了！小心！哦，总算炸到了，我、哦、那个400分啊！活死、嗯！小心！哇、哦，有炸弹！哦。所以下次这里要盖一个。这个丢太多了，好那个。从一开始两边就在轰炸，真的被那个累死了。你又不止炸虫啊，那条黑黑的两个要一同时，他们能做两个同时炸？哎呀，那个，啊卡卡，哎卡卡卡卡卡，这个操作者。你就被辅导笨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翘翅的是国王，有没有下去打？国王，他为什么要翅膀啊？好，他们那边有一个啊。啊，又失明啊！又失明啦！太久了啦！不管了，下去了。恶灵啊！看不到路了，到啦！来，我看到。
看到是国王啊，这是国王吗？时间到，结束了，到那一根了，哈哈，太黑了，看不到那一根，妈，太黑了，那一根看不到啦，太黑了，摸不到那一根呐，啊，你摸不到，哪一根啦？那一根黑黑的，太黑了。哎呦啊！哎呦，应该要提早下，就是你看他们一早就盖那个黑黑的，对对对对，黑黑。他们前期捕蟹塔跟虫都在那边炸，都在炸。嗯，对，就是一早就是两条路，嗯，这关到了，学到了，对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嗯，呜呜，这个玻璃啊，我一定要打掉它，超气。可恶！观众可以不要嘲讽啦，在嘲讽，赢了就赢了嘛。炸虫比较讨厌，就是那个有时候底下会有东东，就炸不到。那个要炸刚好在虫的中间才。捕蟹塔是比较好炸，捕蟹塔真的比较好炸，可是它会炸很多的炸弹，而且分数比较高，两倍。前面挖超久捕蟹塔，400。这个是就因为虫是200嘛，虫是200，那个是400。对对对对，虫是比较好炸。是，就是每次虫只要有漏，中间前面就狙击看不到，对，就麻烦啊，他下去了。哎，这个龙蛋我没有，比较炸。龙蛋怎么了？来，休息，休息。还可以过去飞啊！辛苦娜姐啦，辛苦啦，一大熊爸爸。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可以。怎么越玩越想，越像在打战队啊？很累啊，这不知道怎么玩那么累。以前玩的很开心，慢慢玩的。对啊，越玩到后面就觉得越来越打战队那种感觉了。越打越觉得累。啊！结论是还是得要赌。好累呀、啊！天哪！国王都要看人当欸、好啦，感谢收看啦，不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订阅啊，我的表情贴有上架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去搜寻看看哦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。